气氛到这儿了，我鼓起勇气亲了他一口，但是他却灰溜溜逃走了。等到他再回来后，怎么了？哎，干嘛？我就想问你几个问题。你问呗。嗯，你谈过几次恋爱？怎么？你怎么突然问这个？哎呀，咋了？你刚刚都亲过我了，我问一下怎么了？该不会是不想负责了吧？怎么会？那你说嘛。那你是想知道一个数字呢，还是想了解我的过去？我最想知道你跟你前女友怎么分手的。那肯定是我自己的人。你这么有责任心啊？那肯定啊，离开我肯定是我哪里做的不够好，所以我一直在自我反省嘛，争取在这段时间里面好好提升一下自己。格局打开了。但我还是比较感性那段经历的，让我成为了更好的自己。更好的自己？那现在怎么样？应该还可以吧？你怎么了？那你会不会还想他？那不是喜欢一个人才会这样担心。你喜欢我吗？当然不喜欢，我就是问问。那你要是这么好奇的话，那你还不如好奇好奇我在这段感情中学到了什么。学到什么？就是学会如何珍惜当下的你。带我走，哒哒哒哒哒，以后。